为了获得更好的拍摄体验及解锁更多的创意玩法，我们建议您使用最新的固件进行拍摄使用。以下将为您介绍如何进行固件升级。长按云台电源按键，开启云台。打开 Ronin App， 点击连接设备，在设备列表中选择 DJI RS2。 当有新版本固件发布时，在 Ronin App 主界面上方将自动提示您进行固件更新。在 Ronin App 中点击立即升级，将开始固件升级。升级过程中请勿关闭设备或退出 App。 若 Ronin App 界面弹出固件升级成功，则表明固件升级成功，若升级失败，请重启设备和 Ronin App 后重新升级。感谢观看。